你要怎么拍？还是把它捞出来？我等一下。哇，是敲形虫。哦，这是花金龟，跟这什么蝶？白带硬蝶。白带硬蝶。那这一次哦，那这里还有，你还有一堆公的母的，这是什么春象？所以这一池真的蛮生态蛮好的。在睡觉，叫不醒。装死。我们眼睛睁。目前能看到。对面这一只。是蛙，对，然后这里有一只蟹，对，然后我刚刚在下面还有看到一只蟹，哪只蛙？对，石头上，然后再蟹，这只的姿势还蛮漂亮的，然后旁边也有蛙，它爬掉了，这里蛮多的。太帅了！你竟然找到那么大只的，对，像蝎子一样，对，红娘好，没错。可是又像田鳖，没有没有，确定是红娘好。慢慢往前走，这里水质真的很好，那表示这里没有污染。然后呼吸管真的一直保持在上面，嗯，所以它这种。水没办法太深，然后如果有蝌蚪还是鱼啊，它就会抓，我都钻下去了。它跑到这里侧面这里。